好、哎，兄弟们，这不带戏装的看着不过瘾。对，想不想看带戏装的？想。想我们想看拜堂成亲入洞房。好、哦哦哦，好，走，换衣服去。可是没有戏服啊。走。伺候着，哪有？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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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西，莫西。好，我命令，行动。再伺候姑奶奶梳个头吧，以后呀，还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小姐，以后姑奶奶就让姑姥爷给梳了呗。哎，对了，这姑奶奶要拜堂了，可姑姥爷还蒙在鼓里呢。大当家的长得漂亮，又有这么大的家的，他一个唱戏的还不乐晕了。你们给我记住了啊，往后见了姑老爷不准对他无礼。知道了。当家的都准备好了啊？好，新人入洞房。哎呀，哎呀，枪儿一拜天地啊！二拜高堂啊！夫妻对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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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唐家伙，报告大当家的。鬼子占了后山。什么？鬼子把后山占了。狗日的！赖光，你带弟兄在西面的断崖牵制敌人，其余的弟兄都跟着我往南面冲，到紫云洞汇合。快去！是，快走，快去，快点！快快，这边，这边，慢，快跑！弟兄们，你们护送你们的新姑老爷走，铁北。你给我记住，一定要回八路根据地。你在那待着，我心里踏实。记住，咱们两个可是拜过堂的。我杜春红生是你李家的人，死是你李家的鬼。啊！送姑老爷上马。啊！不是，我说，杜寨主，这哪是什么拜堂？杜寨主，喂，这不是杜寨主，这姐现在怎么办？走。就是土匪。行，哎，队长，土匪从南面跑了。南面？南边哪有路啊？他们长翅膀了，上天了还是入地了啊？陈队长，我们行事动众到这里来，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八嘎！队长，这帮土匪土生土长，熟悉地形。我知道了，我还用你说？给我放火烧，把这个土匪窝给我烧个一干二净。是，走。哎呀，兄弟，忍着点啊！疼啊！哎呦，来，疼啊！哇，忍一忍。哎呀，这帮狗日的老日子，他们堵住后山密道，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咱青云寨的人是上天有路，入地有门。哼，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不要大意了，布置好警戒。姐，放心吧，都办妥了。酒肉带了些来，你先在这歇会儿，先吃点东西再说。好。哎呀，只可惜呀，放走了你的姑老爷。姑奶奶，姑老爷回了八路根据地，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哼，好，走。南翔兄，我非常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攻破了青云寨，却黑煞神跑了，窝火啊！来，南翔兄，让我们赶走眼前的沉闷气氛。黑煞神祖辈经营的青云寨匪巢，被我们一举捣毁，如今这股小小的毛贼已成为丧家之犬，我们的西线再也没有内患，从此大日本皇军可以放开手脚，集中精力去实施我们的樱花战略计划，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战机吗？这么一说是得干一杯啊。请。哈哈哈哈哈！老回来了！我看刘军生啊，最近情绪不太对。那是因为他的思想负担太重，他总觉得李天北的出走啊，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也真是难为他了，要是我去当这个团长啊，也未必能干得好。哎，有敌情啊！有敌情。老丁啊，最近咱们得召开一次政工干部会议，和上级关于打入敌伪和土匪内部争取抗日力量的精神传达下去。嗯。哎，政委，主任，主任，主任，你们这么大的官，你出来挖野菜啊？哎，我们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郝丹丹同志，没有想到八路军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苦吧？说实话，是没有想到。不过我们看到首长都这么艰苦奋斗，我们呀也就不觉得苦了。嗯，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来来坐。嗯，哎，说起来这个苦啊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日本鬼子的围剿，再一个呢，今年呢是个灾荒年，日子不大好过。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建立了新中国，一定让你们演剧团的同志们好好的过上几天好日子。到时候啊，我要写一本回忆录来描述今天的艰苦生活，其中一定会这样写：八路军285旅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一边挖野菜一边观察地形研究工作，在山坡上遇见三个女演员，共同畅谈革命理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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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啊，你这个一定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啊。精神财富啊！哎，丹丹，近来你们剧团怎么样啊？政委，我们演戏啊，观众可多了。嗯，就是剧目少了点。我觉得应该多排点现代题材的短剧，战士们和乡亲们也挺喜欢看的。老丁，记着点。哎，政委，我们团长和李天北同志有一点矛盾，我们想跟您汇报一下。好，说说说说，来来来，来坐下说。政委，报告政委，李天北同志回来了。谁？李天北。李天北啊，走。太好了，走啊走。李天北，啊，政委，我前面都被说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政委，
我这一回来就找您说这些，实在有些冒昧了。没关系，咱八路军官兵平等，你的事啊，我也有责任。哈哈，这都是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至于刘军生那儿啊，回头我就找他认个错。哎，现在是江湖一人盖九州在跟我说话呢，还是革命战士李天北在跟我谈问题？报告政委，是革命军人李天北在向政委您汇报思想工作啊。在咱们革命队伍里啊，个人恩怨不能高于革命利益。你想想，美智子是日本的一个受苦人，他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如果你想把他给打死了，那将给我们党、给八路军和根据地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是，您说的都对。我这不是一时心急昏了头了吗？好了好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张廷柱吧。政委，你一说张廷柱，这我了解，他还真没朝中国人开过一枪。嗯，这些情况组织上都了解。你能否利用你和他的私人关系，动员他率兵起义，归顺到咱们革命的队伍中来？好，政委，这件事儿我去找他做工作，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而为。好，还有一点，青云寨的黑煞神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咱们要尽力的把他们拉到抗日的阵营里边来。我说政委，您说别的我都会尽力去做，可是这黑煞神，我是再也不想看见他了。一出凤求凰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啊，那怎么行？这可不是你李天北啊。我跟你说，咱们党的宗旨是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知道吗？来，我跟你说，同志，你是抗日剧团的吧？啊，对对对，我是剧团的，叫郑灵光。我们刘团长让我来领报名表的。我知道，一炷香是个角儿，啊，坐坐坐。啊，你回去把这份材料交给你们刘团长，啊，让他看看，选定项目。这份材料上是各参赛单位报名的项目，到我这儿来备案。哦，哎，对了，同志，啥叫比武大会啊？哎，一看你就是新同志。比武大会嘛，就是全市开展军事竞赛，主要的目的是推动军事训练，强身健体，消灭日本鬼子。哦，那都干啥啊？我正要说呢，有拔河、赛跑、射击、投弹、俯卧撑等等，项目很多。啊，好。哎，你回去告诉刘军生，四天后在林外的河滩上开赛，明天务必把表交过来，千万别耽误了。啊，耽误不了，耽误不了。哎，好，下一个。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是警卫连的。报告。啊，好，军生，坐。哎，军生啊，我给你和你的演剧团道喜啊。喜从何来啊，政委？李天北回来了。你怎么了，政委？你在骗我呢吧？我骗你干什么？他现在正在警卫员的屋里睡觉呢。哎，回来！政委，我坐不住啊，我。让他多睡一会儿。哦，好。李天北回来了，这是一喜，我还要给你们演剧团喜上加喜。喜上加喜？对。我准备把美智子派到你们剧团，下午报到。嗯，政委，这不行，这不行。什么意思？你把一个日本人交给我，这出了问题算谁的？算你的。嗯，不。哎，我问你啊，哎，日本人怎么了？人家美智子既会唱日本歌，又会跳日本舞，日本人不是想占领咱们的舞台阵地吗？反过来，咱们要利用他们的特长去占领他们的阵地，你要不要吧？那我要了。
哎，这就对了。说实在的，要不是赶上这个年代，像你这个年龄，早应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政委，等赶走亲戚了再说吧。哎，你觉得七岁红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啊？七岁红，她是个好姑娘。平生啊，你是个团长，在个人感情问题上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千万不要影响工作呀！啊，是，政委。哎，政委，我去看看李天北。去吧。哎，起来，快起来！哎呦，哎呦，哎呦！看什么？你不认识我啊？哪能啊！你小子就是华成辉，我也认得你。你少来，你小子活挺好啊。那是，好得很。这不到了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他不敢收我。所以又跑回来，跑到你刘王爷这儿来报道。你小子，来来来，坐坐坐，坐。哎，怎么？听说你跟青云寨的杜寨主拜堂成亲了？哎，怎么回事？哎，你快说给我听听，说啊！哎呦，可别提了，这一言难尽呐。2003年的秋天，为了配合八路军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根据地建设的斗争形势，我们抗日剧团先后演出了《送郎参军》《兄妹开荒》等剧，把这些新戏送到老百姓当中去演出，非常受欢迎。不久又依据赵树理的小说改编演出了现代戏《小二黑结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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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停、啊、这个啊，君生啊，你看你这个手啊要再高一点，再舒展一点，放光明是吧。来，你自己再试一下放光明。哎，这样舒展一点。啊，丹丹、你看你唱第一句的时候啊，第一句也不要老戏的身段，放光明是吧？你看，咕隆咚的天上出呀出星星。我觉得这种戏啊，还得唱的现代一点。那我就这样。哎，我觉得这样好。好。
师哥，你放心，我自己再琢磨琢磨，一定会找到感觉的。好，啊，军生，那这样啊，你们先练着。政委找我有事儿，我先过去一趟啊。行，那我先过去。好，哎，团长啊，你看，就是我这个动作，你看。姐，您好几天都闷闷不乐的，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稳的，是不是想新姑爷了？杜鹃，你说这刚拜了天地，这响了枪声，是不是我这个人一辈子都不顺？什么一辈子都不顺呢？这叫好事多磨。李天北嫌咱们是一群土匪。那木柯寨戏里，杨宗保当时也嫌穆桂英出身草寇，最后不也成了恩爱夫妻了吗？那是穆桂英带着人马和降龙木投奔了宋营。哦，二寨主，我写了两封信，你带我送到八路军那里去。一封是给八路军的长官，一封是给李天北，看看李天北是不是在八路军那里。这活儿可不好干呐。怎么，你还怕八路军杀了你啊？嗯，咱们可是从来没向八路军开过一枪的，对吧？是啊。咱们是打老日子的，将来就是抗日胜利了，也有咱青云寨的一份功劳。姐，咱们是不是把青云寨再给夺回来？二寨主啊，你派几个探子看看青云寨上到底住了多少老日子和伪军，看看有没有希望再杀回去。是，我马上去办。哎，等等，拿着，见到李天北问他好。大当家的是不是要投八路？你们说呢？我看不能去，那八路军纪律严明，咱们这些人散漫惯了，真要投过去你受得了吗？哼，八路军纪律严明那是说明八路军一定能成事儿，这将来天下准是八路的，咱真要是投了八路，那还真有盼头了。这您可得想好喽。你俩去吧。是是。华北战区司令部命令，将八路根据地的周边区域变为无人区。大道先生，这样的行为怎么解释啊？八路一贯宣传老百姓是水，他们是鱼，而皇军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政策，八路会被困死在穷山区里。你要是这么说，似乎也有些道理啊。哦，那事实上呢？这酒后吐真言，祸从口中出。不说了，来喝酒。哎，南湘兄，中国有句古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佐先生，皇军在中国强行推行日文，是想通过文化教育和艺术演出等形式来教化落后的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嗯，但是选择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是非常愚蠢的。南湘兄的言辞果然够尖锐，简直令我感动啊。很少有人会唱响这种不和谐的音符啊。南湘兄，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呢？大佐先生，我认为应该在皇军占领区和八路根据地的结合部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且允许沿线乡民在这一带进行自由贸易。我们可以趁机抬高价格和八路抢购该地区的物资，在占领区和八路根据地之间应该有一个缓冲地带，这样既繁荣了经济，又收买了民心，更便于我们进行情报收集和文化渗透。啊，南湘兄，你给了我一个深长的思索，我敬你一杯，你表示我对你意见的尊重。请。请。
老乡，你找谁？我找八路军抗日演剧团团长刘军生。哦，跟我来吧。啊，请。给我来碗凉水。啊、哦，凉水有，凉水有。小月啊，哎，我缸里边给他舀瓢凉水。哎，报告团长，有两位老乡找您。好，去吧。刘团长，您是青云寨二当家的赖头领。哎，好眼力，你真是。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你就认出我来了。戴九州，我们是打过交道的，你怎么能不给我打个招呼呢？哦，哈哈哈哈，原来是二寨主赖头领。你们怎么来了？我捎来杜寨主两封信，一封是给您的，一封信是给八路军长官的。哦、好，刘团长，请你转交长官。八路军，这您可收好了，辛苦老爷。别瞎说，谁你们辛苦老爷？我们青云寨，可都把您当成是辛苦老爷了。去！刘团长，能否见八路军长官？我有话面谈。好。天北，你先带着大家伙排练着，我去向政委汇报一下。哦，好，那你们赶紧去。哎，天北大哥，辛苦老爷打哪论呢？就是啊，这怎么回事啊？这叫戴九州临阵招亲，娘家人找上家门。别胡说，老周，我是让那个恶婆子灌醉了酒，摁着头拜了堂，这不能算。有这好事儿，怎么就轮不到我呀？快，咱们接着拍戏。这八路军的长官真是这么说的？啊，大家都叫他政委，是这么说的。嗯，是。好，我明天得亲自去会会他们长官。大当家的，我们到咱青云寨看了看，老日子把寨子全烧了，没法住了。这帮混蛋老日子，早晚得跟他们算账。我看着，咱们先投八路，让八路军帮忙给咱们修复山寨。八路军长官说，他们对抗日的武装力量一律是接纳的。那个李天北是怎么说的？嗨，那个李天北躲着我们，还说谁是你们的辛苦老爷？姐，那个李天北是摁着脖子拜堂成亲，他心里头还没认呢。对啊，那心压根就没跟您想到一块去。不行，我明天得去八路军那儿趟趟道去。我可提醒你啊，穆桂英投送可是带了降龙木的，你空口白牙的，人家八路军信不信你？我看还得另说呢。嗯，你们去给我准备点礼物，这拜客总得有点拜客的意思吧？快去吧。啊，走。我长得不难看。
厅长，凡是去看戏的，每人发玉米面一斤，无论大人小孩，见人一份儿。哎，各家各户，当家人都听着。英朗哥，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英哥开荒了，闹得我一夜没合眼。小哥的亲郎，对付敌人还是有亮瞎的。哎呀，我的亲哥呀，你咋害不来呀？兰花。一跳，对不起，嘿，我的来晚了。哎，会长，你看看，你看看，这戏还怎么演呢？你该咋唱就咋唱，人我给你打来了，咋唱是你们的事儿。兰花，你要是听我的，加演一出冷戏，没准看戏的还能挑起点精神来。我看戏的是冲着玉米面来的，唱戏的是冲着黄金来的。他老爷各行其职。当不得真，哎，呸！他模范村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日子。哎呀，完吧。陈老爷，这戏没法演了，没人愿意看。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咱是唱给皇军听的，你还是快去吧。小琴啊。甭管他有人看没人看，你就知道是练功不就得了吗？嘿！报告政委，青云寨的杜寨主带着十几个人，抬着东西，说要见您。见我？好啊，有请。是，杜寨主，请。长官好，在下青云寨寨主杜春红，拜见八路军长官。你好。请坐。杜某来的鲁莽，长官海涵。我们首长姓陆，是二八五旅政委。陆政委，欢迎欢迎。老会书，礼单奉上。二八五旅长官，青云寨部愿与贵军修好，仅具礼物登门拜访，即朱三头、杨六枝。陈年老酒四坛，活水醋四坛，米四袋，望其笑纳。杜寨主的心意，八路军心领了。可是据我所知，你们的粮饷啊，也不是很宽裕。我看这礼物就免了吧。哎，您看不起我杜某人？哪里哪里，早就听说江湖上有个黑煞神，专门与日军对抗。今天你亲自登门，八路军岂能看不起你们啊？那这薄礼您就务必收下。杜寨主，八路军的军纪想必您早有耳闻。八路军的军纪其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哎，我们可不是群众，我们也是一支队伍。这份礼单呢，您务必要收下，杜某还有事相求。那好，恭敬不如从命，礼单收下。是。杜寨主，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想杀回青云寨作为根据地，把那些老日子都赶走，想请八路军相助。很好，抗日乃民族之大计，在这个大前提下，八路军愿与任何人合作。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不知杜寨主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呢？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回去跟弟兄们商量商量吧。也好，决定以后请提前告知我部。这件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我还有一件私事相求，还请政委您多多相助。你们先出去。哎，走。啊，杜寨主不必有太多的顾忌，有什么话就直言吧。是这样的，政委。我跟盖九州，也就是李天北有婚约，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被老日子冲散了，我送他下山回到你们这儿，现在就在你们的抗日剧团，我想请政委帮忙，让我们夫妻团圆。啊，好啊，这个李天北胆敢临阵招亲，这犯了军纪了。哎，这不关他的事啊。哎，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怎么不管他的事呢？哦，是这样的，陆政委，我跟您说实话吧。嗯，这件事是我逼他的，不过我就是喜欢他，还想请政委成全此事。哎呀，杜寨主啊，你可给我出了大难题了。再说最近我一直也没见到他。嗯，那这样我们能见一面吗？真不凑巧，这几天他出去演出去了，等他回来我一定替你问个清楚。那好，就多谢政委了。走了，杜寨主且慢。杜寨主初次登门，水米未沾就打道回府，我们有失礼节，还请杜寨主一行留下吃顿便饭如何？不了不了，后会有期。那好，我送送你。哎，你呢？我你怎么？我报跑步啊！你报跑步，我先上来。哎，徐刚，好的。一会儿你报啥？你呢？我报摔跤。哎，那我也报摔跤。还有谁？又学我？我是啊。哎，我说，你们俩报什么？大家，我报摔跤。我报拼刺。对。哎，这咋变了？我要报摔跤，哪有你吃饭？你这不就白变了吗？谁说的？能白变吗？好着呢。报告团长，美智子前来报道。好。哎，来，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美智子同志，他是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会员，也是我们八路军战士。上级啊，把他派到我们团里来工作，我们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好，欢迎，欢迎。团长。人已送到，我归队了。好，下面继续讨论自保项目啊。团长，你报啥项目啊？我射击。我也报射击，不过我没打过枪。有啥好事的？实事求是嘛。同志们，郝丹丹同志说的对啊，你们要向他学习。嗯，踊跃报名参赛啊。好。团长，我也报射击。好，团长，我报投弹。好，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在比武大会开幕式上，我们剧团要上的剧目。上级强调，让我们拿出最优秀的节目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哦，团长，咱们这还有几天开幕啊？还有三天。哟，这三天的时间，我估计咱们排不出什么新戏来了。嗯，可是这比武大会又是喜事儿，咱们得唱点喜庆的戏儿，是不是？对对对，要不然，我跟郝丹丹，我们唱一出《打金枝》怎么样？啊，我同意，我同意。好，太好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团长，我和于文佳配合你演一出新编的戏《送郎当兵》，怎么样？可以，没问题。团长，我给大家唱一首日本民歌《廖碗桥调》。好啊，相当好啊！太好了。你练的剑非常美，很有艺术韵味。还行吧，不过美智子，在咱们八路军队伍里可不行叫先生，要叫同志。是同志。哎，我非常感谢你把我救了出来。没什么，那不是正好赶上了吗？如果没有你，我现在也许不会活着。师哥，团长叫你有事儿。好，我这就过去。好。嗯，美智子，那个那天我拿枪对着你，是我不好，对不起啊。我可以理解，本来我以为我的国家做的是好事，可是跟你们认识之后，我的思想改变了，现在心情很复杂，
战壮士罪恶的。对不起了。没什么啊，我先过去了啊。好。谁他妈这么缺德啊！下来搬东西。哎，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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